好研究一下怎么把蛋糕做得又美味又独特，这样客人们才会喜欢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，连着做了三个都不行。怎么了，蛋蛋龙？我做不出满意的蛋糕，不能开蛋糕店了。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冰淇淋。那就用你最喜欢的冰淇淋做蛋糕啊。冰淇淋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谢谢你，大岩兔。加油哦，蛋蛋龙。那我先做一些冰淇淋切片，一会儿叫朋友们一起来品尝。蛋蛋龙，我们来啦！又有新品蛋糕试吃吗？嗯，我这次做的蛋糕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咦，那怎么没见做蛋糕的食材？嘿嘿嘿，在这儿。叮叮叮！哇，这是冰淇淋！我要做的就是冰淇淋蛋糕，用香蕉味冰淇淋做蛋糕托。粉色一定是草莓味的冰淇淋，没错。用奶油冰淇淋做蛋糕顶。我觉得还少点什么。蜡烛。哦，冰淇淋蜡烛，这个想法太棒了。哇，好漂亮的冰淇淋蛋糕。蛋蛋龙，我们赶快切蛋糕吧。对对对，我想快点尝尝它的味道。我也等不及了。我来尝尝冰淇淋蜡烛。酸酸甜甜的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糕。冰冰凉的蛋糕好美味呀。蛋蛋龙，冰淇淋蛋糕一定会非常受欢迎的。没错。谢谢。See you next time. Bye.